随便歌 我刚刚在街上捡到一个飞机啊，没有啊，我怎么会捡到？我真的，我捡到捡的，我真的捡到捡的，报警！哎，你不要，我现在就要哭，不要哭了啊！哎呦，老大，你要赶快，我也没有，我哭的我真的翻译乱的。 你回来了，哎呀，你辛苦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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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要离开，你还是给信呢。不然你还可以考虑考虑他我的。不行，你啊！好像也不想来了。你家男的请他们，等过年我就不退席了。你再不走，老娘我，要不然分家分家没意思。什么？你什么？你不想卖了，不想卖了。 你说呀，他像妹子咬的，真多呀。
你饿了吗？饿了，你饿了吗？放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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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好啊！这个小孩是你们的吗？不是你的吗？啊，不是，当然不是，是你的。什么？大哥，大牙哥，快点下来啦！ 是啊，是啊，当然见我。当然见我。不过你干啥？现在不接了，你再打来好不好？我就是那种。哎，咱们再找一个好不好？哎。哎，对了。你这就是夜来香啊。是啊。 喂，王继新，你听这口气，我就是夜来香。行，要夜来香，这种肯定是一个都会有香肉，是不是？哎，对对对，来来来，先吃一碗香肉啊！来，张华，什么事啊？嗯，我要你帮我找，找到地方啊。 你记不住我那张生意啊？行，关于价钱方面嘛，一百万，先付10万。哎，我这个怎么联络？你不用联络我，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你不可能找我，我们都没有办法养他，因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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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有办法养他，因
今天一定好伟大。哈！我哋真主你有冇兴趣啊？去边啊？真主啊，你做乜嘢休息啊？我边度？Oh, my God.
是我以前把你接回来的，哎，仲有你两个啊，喺盆水池肥肥旁边，哎，有个小 baby， 就马嗰度，哎，阿嫂，阿嫂，哎，谢谢啦，哎呀，好记得啦，小郑局啊，对啊，真要给擦干，我还要做错错的，算了，拔了，拔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哎呦，你记起来了啊？那天晚上在医院打雷闪电呢啊！哦，想起来了，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你就是那个沙狼！不不不，不是，不是啊！你往后想，你往后想，杀手以后，杀手以后，我把你带回去，我还请你喝 X 哦。你记不记得我收留你？哎呦，我跟你说呀，其实我会允许你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六年来我一直受到良心的责备，所以我现在接你下山去享受荣华富贵。不关系，这小鸡巴还都晕个大事呀，不睡再散的。哎，等一下，等一下，山下好不好玩的？哎呦，山下太好玩了，你要玩什么就有什么，实在是太好玩了。那咱这里边那种啊，臭不生这老大是山下烂，咱是山下的好玩了。我要上山房。我揾狗。我只狗偷偷入嚟啊！
姐姐，姐姐，走开我！你什么声音？干嘛不理我？没有听我讲啊！快点走啦！有事情你行啊！走啊！快！邓局啊！啊！何领导，哎，好。对，你先说个门道，这么倒吗？本来是看不他，后来楼上面多发几张，哎哎哎，叫哦叫哦叫，叫叫叫叫不要走着板大哥，我是看你爸爸面子，我不是怕你呀。刚放啊，真系处理咗父子关系，所以唔俾俾面俾面佢啦。出去，关啊！你又唔怪你，我唔同你讲过，我同你都父子关系啦，我不会选吧。老爷病重了，你知不知道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多心血的，我不能再纵容你了。我是继承了爷爷事业事业的，以后呢？你要继承我的事业，今后那总大佬必须要用头脑喽。我要你做一个有头脑的黑社会大佬，不来成天在外面大家的瞧骂过来，你明白吗？我不明白。我不想当大佬，你不想做你个仔？闭嘴！你以为像你这样的小鬼就能混得下去吗？我告诉你，没有武装什么都不行，摆都不灵啊！你只不过是个人渣来着。以后我话病得好犀利啊！如果唔系你第日死咗，我话我心中啊！你给我站住！算了，我输了行不行啊？那样爷爷到我们都是三代三传去，我现在老了，没什么面黑幕，只希望你给我生个孙子行不行？你当我是仆从啊？等一下，我没有骗你的，我以黑社会的运美管人格做担保，我真的想太多了。医生告诉我，我的糖尿病加上高血压，分分钟都会导致脑血管爆炸。那你要想我点样啊？你连我上班工作都放过你，放纵埋你，没为你走。又是各改大佬的独生女，至于优生我，将来生我小细路，一定有超能战斗力。你唔理我太太，当我生得我有超能力嘅细佬嘅，唔好。
出嚟朝廷，都是全国大官院上法律系毕业最前嗰几名，未来嘅准法官 IQ 180以上，就因为你阿妈五路，你想生你呢个蠢仔，真系呢个人好松意喎，滚过，嗯。这个女孩也是大有来头啊，回头是来头啊，我不要，通通都不要啊，只见你下过总几分钟时间，不要没开车老婆，你头先讲咩话，再说一次，只见你下过总啊，后面那一句不让没开车老婆，中间那句啊，我说听得那么多啊，你刚刚说过这话我听了几分钟，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在前面这么多年你说干这种事要几分钟，不要几分钟，就这样也受钱用都漏啊，家门真是家门不幸，少爷爷今日一做打几个全身都刀肉虎虎生威，不当流氓做古惑仔就杀了他啊，哎，求求你，求求你啊！不玩就换别的，换什么都可以啊，就是千万不要回家啊！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回家啊！真可怜啊！是啊，是啊！快点啦，快点啦！站住啊！啊，对嘛，这么玩才舒服嘛！嗯，啊啊！平衡啊，平衡嘛，我懂啊，恰恰不恰恰不恰恰不啊啊啊啊啊啊好啊，再迟的话我命都没有了。谁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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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震荡，哎呀，不要讲这么多了，钱在那边，一手交人一手交钱，来那边啊，那边必然，六年啊，六年我都没看到他，我会紧张的，儿子，哈哈儿子呀，你被林队打的爽不爽啊？哈哈哈哈哈哈你不认识我了，我们六年没见了。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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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还没有放弃你的孽种啊！不要老婆，放我一马！我求求你，老婆，放我一马！敢草犯出身，穿透我上！不要老婆，老婆，不要放我一马！不要！谢谢，可以先上去了。你又在过干瘾了，少爷。你来了，我叫你帮我把你内裤呢，拿出来没啊？没有啊，没有。我不是告诉你没内裤换了吗？反正你不是我们家少爷，我干嘛还要替你买内裤啊？我不是开玩笑的哦，你马上给我去买。我已经三天没有换内裤了，现在里面都是啊。一单牌，大牌。OK，OK， 行。买内裤还不容易啊？只要你跟我回家，你要我做什么也都得。你又来了，烦不烦呢？除了回家还有什么事可以说？新鲜的我有啊，新鲜的就是你上次走了之后，你老爸真的病了啊！医生话忧郁症，如果我没进展，就会变成老人痴呆症。你老爸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我真的搞不懂。玩女人又开心又尽孝道，没什么好啊！回家，屋企啊，过生孩子，由你决定啦。如果两样嘢你都唔拣嘅，对唔住啦，以后别再让我帮你买半条内裤啊！买条内裤有什么了不起？我系为什么？等等你，乖，年咁大个仔，半个女朋友都冇，同情你嘅，不会吧？小姐。给我拿子弹排骨，大奶吗？竟然想谋杀自己的儿子啊！哎，这次你没有死啊，那全是靠我的，因为我有侦探的头脑，有灵活的身手，所以你才没死。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蹊跷。赵峰没招了，他既然肯付这么高的价钱，就要把你找回来，就要把你杀死。你这什么道理啊？
照我看来啊，你除了一身肥肉啊，没有一点值钱的地方。哎呀 ，IQ 请赐我力量。我们正在经过最聪明的人，像你这种人才，在我们这里只能当一座大背山。什么是大背山啊？就是大地方。真不是洗毛根的。我最没有忍受别人侮辱我的智慧了，干掉！嘿，我告诉你，现在你爸爸不要你了，你没有用的。我要你为了刚才侮辱我的智慧向我道歉。一，这是多少？一，二是多少？二，你加一等于多少？三。你加一不会是三吗？以为接到一个财神，其实刚好相反，接到一个瘟神。那我从六年前经历那些都没算，终于预备了现在。这是不识价，是八米。有咩不识价？要真不识价嘅嘢，我睇下价噶。听我师傅啦，不好嘅，我要回家。随便啦，有钱买机票就走啦，走啦。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打打打打！哎呀！知道我的厉害了，打就打不了。哎呀，你个小土官，还有这些没玩笑的，好霸气！你真是的。快打我！快打我！哎，出来！够了！没有再打我，我咬我你。我也是受害者啊，这样好了，我再加50万补偿你呢，可是我要我的孩子。不要，我靠，我拿了钱都没命花。那不行，夜晚不行，我要在白天，我要在人最多的地方，我要先拿到钱，最后才放人。没问题，这由你来决定，时间、地点都由你来选。张万强，哎呀，张万强。张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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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板，干嘛？靓仔啊，反正俾钱啦。我叫崔爷。哼，这个都了不起了，我也会。我都放你大你这个贼贼宝
老板，要急来了。好，听我说，别吵了。好的，给您的病榻，彩铃，不灵不灵吧。宋将军说什么？根本听不清你啊！谁打过来？还是最黄老笑话。计划嘛，我这么没有良心的。哎，我记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这个贱狗，我倒霉了，我追。要是碰到了打雷或者停电，他就会变成歇斯底里。我这个老妈不晓得要怎样操心到什么时候。
怎么了？算了，走了。你每天都鬼鬼祟祟跟住我咪噶啦，仲使咩特登约啊？心情唔同噶，我每天都叫住你咩向老爷交代公事，而唔是整日饮你嘅私事。我唔想再送翻你饮老爷啦。你把针骨头往哪里去？我保证。是。啊？你过来拿吗？边度？好，明天上山翻片。好，不见不散。好，拜拜。我今日先知道，原来他的致命伤是怕丑。哎呀，唔该啦。你做咩扮当我有咁古怪啊？哎呀，你爸爸明天要见你，扮靓啲啦。多啲点啊？你想当我爸爸用美人计咧，系咪啊？哎呀，什么美人计啊？还仙人跳呢？好吧，我跟你讲实话，我同你本来就两头不熟，我刚上的大爷，是，这回兵不厌诈啊！我把你打成这样，是要让你爸爸他们认不出来，你懂吗？不走，我只知道我找个老婆啊！哇啊！我。哎哎，这边已经在上店了，你吃吧，别乱跑，找找吧。谢谢，走。老板，你等我一个多钟头。单纯十分，双纯十分，有几多？啊，我都会呀，我家是大桥。加蛋加鸡蛋堆两个蛋，神不能攻神不回。谢谢妹子，我更娇。我哥哥的，我不带介绍。哎呀，不会的，还帅呆了。哎，我跟你说啊，等一下到了餐厅了，我们打开来走，假装不认识，等我认过安了再举口哨，再过来跟我相认。为什么要那么神秘啊？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感觉你爸爸怪怪的，好像身不由己。为什么你会感觉得到呢？大概是正灿的直觉吧。为什么你是正灿就有直觉？感觉我爸爸是身不由己呢？大概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为什么？哎呀，你哪能说为什么？你赶紧点懂不懂啊？啊！待会儿啊，你跟有钱的老爸回家，享受荣华富贵。莫拉都怕你拉的那么长啊！爸爸，会不会不要我？不会的啦，现在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福呗？那为什么要杀了我？我不养我。可能他是身不由己。为啥我身份有？可能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啊。为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啊？因为啊，哎呀，你又来了！到底老师为什么能问个没完呢？再见。你，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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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什么？再讲一遍。给我爸爸，给我爸爸，给我爸爸，爸爸。你看你这变坏，笑话，没事。哎呀，你当妹啊？啊，你儿子。啊，哎呀，哎呦，好有个性哦！我不屈服了啊，真是我不敢死啊！哇哇，你看看肌肉，好有型啊！我有你什么哈喽哇，我呸！哦，哎呦，这才叫肌肉！哎，让我看看你的腹肌啊，腹肌！哎呦，腹肌！哎呦，六块腹肌啊！哎呀，哎呦，我斜方肌啊，二头肌、三头肌。好兄弟呀，哎呦，这背景已经更有型了
Thank you.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这样才呀！我这些从来还白来白呢。哎，真是不甘心的，要是没吃到还弄个一身伤啊！我才这个样子了，你现在躲在这里，我出去把你们赶紧清楚，先搞定了我的泄密啊！你还甩票了来还白呀？哎呀，不会像你那个烂老汉，我用人格担保，回就回来接你。算了吧，好了，就是你不管来找我，我都不管来个，只要谋杀我的人。哎，放心吧，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给你们打个交代。再说我们也共患难过好兄弟啊，万一的老爸不要你，或者说干不是你亲老爸也没关系，我会来当你干爹好不好？嘿，我第一个爸爸已经那么烂了，第二个爸爸可不得天天烂人呢。嘿嘿，奶奶啊，再见，随便你了，小心点。
我可给你听音乐。你边个？吓我一跳！喺度噶 ！Oh my god！ 你是谁？我送你回来的。你别过来！哎，好像是我。哎，如果有人找我，我送你走啊！我太累了，眼睛都肿了。不好意思，我们来找那个小楼的。哥哥不在我。我知道你是我的孩子，我们不相识，我还是要告诉你，以前我爱上一个我们刚刚爱的人，我没有办法跟他分开的心，因为他给左右我，但是我的老婆很疼我，所以摆脱了双手。并将我跟我爱的人拆散，这些日子我守备动力是有了品牌吧，但是你先生的那块玉还有这个奈何让我没办法忍受。孩子，我不可能相信你是我一个责任，我的孩子，我不信。你刚告诉我，我叫阿达，我是老天爷的孩子，我没有马达。你是我的孩子，你看这个鱼是你爸爸发给我的，你扔吧。老天哪，谁家的妈要我那么久的吃的？难怪你要一直把妈的奶呢。我还我的嘴才够干的。外婆了啊！就是外婆。喂，阿杰的包啊？怎么又是你？什么事啊？我也叫谁挂了？哎，你又开玩笑？发誓啊！老爷不跟打打了仗就不跟谁讲，知道我谁带的饭吗？一点求见一点都没见到吗？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老爷爷现在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家里，他一直骂你，说你不孝，在他死之前都唔肯生个孙啊，等佢死唔眼闭啊，你好自为之啦。喂，你又在开我玩笑？我发誓，我也刚刚喺你楼下接到电话噶。啊！估唔到你咁好话喎，老婆同仔。你冤枉了我，真是犀利啊！好爽啊！不过靓仔啊，我哋饮酒嗰阵撞到噶，吓！孩子，小姐是隔壁邻居嚟嘅。阿妈休息。这小事情啊，你爹妈我有救了。
哎嗨。老爷，你这人这么就好，就会好了。真好，真好啊！老爷，老爷，你拿这么这就好不好啊？仲有边个要我死啊？啊！老爷，少爷，少爷办理了。你这个畜生，无孝有三，无后有伟大，要不你好了，全失败。老爷，少爷带咗你个孙翻嚟见你啊！什么话？你个孙啊！爷爷，我帮你生死爷爷。少爷出面生，佢惊你老，而且净讲话你知。等爷爷一阵啲嚟嘅嘢。乖孙呐，我看着你，我的脸上都红翻了。好，我的疯子，我看着你嘴里肿大，为了你做我的接班人接班人，你的一生为你养狗大方美的，我要给他女儿叫我杨威。来来来来，给我打火打针，给我吃药，我先不说，我起来吧。我起来，我要好。我也不知道啊，我得回去吃饭吧。我可以去冰岛吗？都没记得的呢。好了，怎么能忍啊？不会吧？我跟我的品味这么好吧？这不就是一个羡慕的人吗？哎，你就是啥？就系佢。阿伯你心太无名处，外全不为公母。你啦，公母呀，公母。是男人，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负过一天的责任。现在连林家儿再保不住我们都。老婆婆，我求求你，你饶了我们吧！啊，这辈子我做牛做马，我都会还你一份情的，老婆婆。你越觉得他疼心，我就越恨。可怜我，整整被我冷落了十年，十年。我虽然是你老婆，我却整整守了十年的活寡。老天有眼呐！我每天祈祷的就是，要你
亲你妈的你老他们没了嘴呀整得那天天的少谁呀今天的礼品三名乖巾里的带着小孽种来不许报警不许带其他人来不许迟到否则你只会成为两具尸体哦阿妈没事的不会有事情的啦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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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谁说我不关我事的我一辈子管闲事管这么多更何况这件事还在我们家怎么不关我们事呢英雄救美是每一个人的梦想这次我不但成功我还来替你那个辛苦的我来替你最完美的英雄救美我的英雄八字八字八字你们要回去了他吵着要回去其实那里蛮好的我没有压力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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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李装你装啊！永远相聚，不懂珍惜，到如今要分离，才明白始终爱你。生命如戏，谁为谁牵引，就当作我目光掠移，不要为我太痛心。如果明天能再相聚，如果所有着我的梦依旧是你，无论谁错谁，只哎，你今天过来了，又想去出去玩，从玩就不想回来了。这就让我不再轻言放弃。哎，今天中秋，晚上回家，你老爷子给你发了。哎呦，你不要脸的，再说一遍。我说好啊。当时在赶你那个不要，这次动了精神挑选，如果你再来第一大正家门一步，这几个每个都不超过20岁，但现在老李哥超过12年，每个都是黑道博士，不喜欢。你绝对冇咗阿妈，这几个贤妻良母型嘅，都可以弥补你一直以嚟缺乏嘅母爱啦。我不要，啊，既然你都唔中意，已经系最后一个选择。嗯，靓仔，冇兴趣。可否让你和我不再轻言放弃？能与不过我沦为，盼望能有梦想。少爷，这个点样啊？又唔中到我。在你那种男生不换了，这样就不会分手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她的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我哋不如去打半个啦，好唔好啊？咁我哋不如去帮忙下，好唔好啊？啊，不如我哋订包咯。同妈妈的怀。我操，你有底气？你哪里给装的？关了车的你，我不要我过。哎哎哎。亲爱的乖仔，我回上海之后一直好挂住你，同时想告诉好消息，我听到了新爸爸了，就是那个会打嘴唇的海蜇怕丑仔呢。昨天我们结了一个很特别的罪罪分。
结婚都不是靠自己哦。阿达。咦，这是我们来找你啊！你赶快找个家伙呢！他还在哭。好耶！好耶！